饭，去拉饭。开始对修罗好了，这两天呢就稍微帮他建立一下这种狂暴的气势啊，让他先承受住修罗的这种压力，然后再表现出他自己的气势。干了，修罗，修罗过来。过来过来来来对付
走吧。秀罗的姿势，像不像碰驸马剑？像不像碰驸马剑？像不像？再骂一句，再骂一句来。好了，这两下又是刺激一下这个追风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